久不见，来，开始吗？听说你是游戏高手。我喜欢玩游戏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北京有那种杀人吧，就没事儿的时候会整夜整夜泡在那儿玩杀人游戏，后来就玩狼人杀。对，你现在知道有哪些人会来吗？网上有一些路透在断奶的那个阿齁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厉害的那种，他也很聪明。也不是小乔。 Yes I do。邓伦他分析的头头是道，他应该玩游戏也会很厉害。然后还有魏大勋，我私底下有就是手机那种网络游戏有跟他一起玩过，就是每一次组队如果我看到魏大勋的话我就先退出了，你们先玩吧，就这样。在这个战队里 We are hero、yeah、还有黄明昊。黄明昊的话他说他是密室圈的专家，为什么呢？他号称是吗？年轻人们喜欢号称一声。然后还有一个，他叫张国伟，是一个跳高运动员。跳高运动员，我使劲一跳起来能打到他膝盖那种。那我们来看张国伟的，这个感觉出来了啊！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节目？我觉得我在女孩子里面来说算是胆子比较大的，所以我比较适合就是挑战这种东西。我虽然胆儿比较小吧，但是我真的爱玩这种东西，就可能人就是这样嘛，就是你越好像害怕什么就越想去挑战，就是想来解决我一下团队精神这个问题。我从小也是独生子女嘛，与人交际啊包括这个团队配合这方面我确实比较差，也想因为这个节目让自己成长一些。因为我爱密室逃脱啊，我算是一个密室逃脱发烧者。一般的密室逃脱对我来说很简单，普通的一些套路啊什么我都清楚。我去了每一个城市，我也不去玩什么风景区，也没有吃吃吃，我每天都在玩密室逃脱。毕竟我觉得密室逃脱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就很风靡的一个游戏。平常带小孩就已经够疲惫了，希望尽量动脑，然后可以拯救一下我被孩子带走的智商。我如果没生小孩，我考清华了。真的假的？哇塞！叫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平时自己去玩密室逃脱吧，组不到朋友啊，大家都比较忙。然后这次呢，又组织好了朋友，然后又不用交钱，所以很开心。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？不，我主要是要挑战。我要测试一下我的智商到底是在多少。哎，那我们再聊聊就是害怕的一些事情。我可能怕一些没有腿的东西，蛇我是真的就完全不行，这真的是生理反应。很多的这种虫子会朝灯这样飞过来，和留下过很深的那种就是阴影，就觉得很恐惧。我怕鸡，我就不信你们密室逃脱里面还能搞一只鸡出来。胆子反正可以这么说吧，不是很大，中小型。太可怕了啦！哇！龙角。我不敢。不会有真的蛇吧？那我真的就咬蛇自尽了。如果跟朋友们去玩密室逃脱的话，我应该是带领大家找到出口的那个男人。我就是来砸场，一个门十分钟吧，四个门四十分钟搞定。顾虑就是题不够难，解得太快。魏大勋，你今天一整天没有用你的脑子，走，出一下他。哎，我们这么久没出第一个房间，是不是太笨了？我的天哪，不是快结束了吗？怎么才一种刚开始的样子？
密室逃脱出去就行了，你管那么多，一脚啪踹开了，啪一扔开了，走了，得找这个找那个，干嘛呢这是？跟那么多帅帅哥关在密室有什么好紧张？很刺激荷尔蒙，所以我并不想逃出去。我希望大家都来这边，杨幂一个人出去就好。哎，大家好。那我来看一下大家点的食物好了。为什么只有我呀？这个是，这个是认真的大葱哎，我认真的有人点大葱哎，那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我的那个暗黑料理披萨。我还有人点了串儿啊，我怎么那么想得开，这么多串儿。我要不要帮大家打开啊？还是不要碰别人的比较好。哎，我可以躲在这儿，如果一会儿有人来了，我可以吓唬他。小怕那种吓，你也知道，就是生过小孩都很容易。就等一下有人来，我们要在这儿，还是会不会太老套？那以后这边站一堆人，对吧？服务员，来打扫房间。芙蓉姐现在已经做了妈妈嘛，那蜜姐也是妈妈，然后我觉得应该会变得更成熟。就我们要不要有一个人假装去开门，然后另外两个去吓他？谁啊？哇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好久不见，没事吧？最近是不是看着这么高了，给你吓一跳？我操！被吓着，踩得我心疼。哎，我一开门，你们穿的都好喜庆啊！对呀，配新年到。嘿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要加入我们的吓人组合吗？吓人。所以等一下有人来了，我们还要继续吓他。我觉得可以，他很吓人的。其实我一开门，我被他的身高吓到了。我没听出来是谁，我以为邓伦呢。我也以为邓伦。你看，那邓伦比较好吓，你知道吗？邓伦胆子最小。邓伦，邓伦是谁啊？
我走了，再见。别别别别别别别！我这回录节目全程呢都可以叫我邓大大，我会证明我自己的。那他真的吓到我，我自己觉得我的脸都抖，我的脸都抖。我送外卖的。你好，等会儿，就你自己吗？就我自己啊。他们呢？他们是谁？他们是魏大勋呢？没有，我开玩笑的。开玩笑的。再挑过，一挑过，哎，好无趣，谁开的头啊？你能猜一下这谁点的？谁的茭白笋？谁买的葱？这应该是一套吧？烧烤，烧烤，烧烤，我觉得肯定是你点的。嗯，因为你比较俗，我觉得。嗯，就开始人身攻击了啊！你只会点这种不对的，这应该都是晚上吃的，然后你中午点。你不怕他是蜜姐点的吗？因为他猜葱是我，我也猜了。然后呢？那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豆瓣。最喜欢麻辣烫。哇哇哇哇哇！麻辣烫，麻辣烫谁点的？麻辣烫，还有麻辣烫。这是麻辣烫，我觉得他点的。是吗？这种假装，这种假装最健康的是你点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很做作的那种什么健身沙拉这种是吧？这肯定是你点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点外卖啊。要不我点点素的吧，沙拉这种东西，然后作为演员，不喜欢应该也会说喜欢嘛，是吧？很做作，这是你点的吗？不是啊，他点的，我点的。蒜、葱、香菜，对身体好吃大葱，真的，尤其现在这个湿气比较重，然后吃点大蒜发发汗，再吃点辣椒特别好。榴莲芒果披萨，葱，点点沙拉这种东西，烧烤吗？对吗？真的吃葱啊？哎呀，一会儿还录节目呢，你不想今天跟小姐姐们走得近一些吗？多吃点葱，为啥呀？啊，为啥呀？对你好，对，我很好，我很好。佳琪，你也多吃点葱了。这个吃完之后，你老厉害了。不用密码，直接踹开。来，我尝一口来。这我吃完之后，蜜姐进不了我身。什么东西？吃完葱以后，就离蜜姐远点。现在也可以。好疼！快说！啊！哎呀，为什么？啊，真的好味儿啊！哎呀呀！那你必须吃一口来！不行，必须吃一口！不行！不，我过敏，我过敏！吃完我就去医院了！我过敏！尝一口，尝一口！哇塞，你们这是不是兄弟？现在我跟你说，男的都吃了，是不是兄弟？我跟你说，你们能让秘密吃一口，我就吃。你吃葱的样子很优雅呀。对，是吗？那我呢？哎呀，真恶心！哎，来了，你快！你看，想看你吃葱的样子。我也想看。好性感啊，有点羞涩呢，还有点。嗯，你大口吃，像男人一样吃。
你说我不吃吧，显得我不够意思。对啊。你说我吃了吧，一天真的很难受。可以刷牙啊，那没关系，反正就是你难受嘛。大口吃。这么痛苦啊！刚起来，把褥子都没吃早饭，上来的第一口吃的就是葱。你多高啊？我1.83米。你多高啊？我1.84米。你多高啊？1.83米。那都很高啊，男生。所以你真的有1.83米吗？我真的有1.83米，你有一米。拖鞋，拖鞋，拖鞋，拖鞋。你有奶奶。到底谁在说谎、啊、还真的是北大勋好像看起来这样，真的假的？因为他头比较大，这个要不要站过去？我是长不了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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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站过去好不好？你多高？大家不要动。我要美学。哇，差不了多少其实。是不是在旁边显得我又矮胖？就矮而已，没有胖。你脑龄多少？你脑龄多少？你告诉我。我哎，我十二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全都猜对啊！全都猜对。我12岁啊。对啊，全都猜对。一共10个，你猜对10个。对啊。真的假的？我12岁啊。还要做一个小测试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还是要考考脑力的。Easy， 这是大脑年龄测试啊，真的有测试啊？我现在就有测试啊。测脑龄，由小到大去安全，由小到大。完了完了，我甚至连规则都看不懂。23啊，25岁，26岁，29岁，33岁。你的脑龄是，嗯、啊，太老了吧？我12岁啊。你玩过密室吗？我没怎么。一次都没玩过吗？玩过一次。我一次也没玩过。我跟他去玩了一次。嗯。我们俩就紧紧的抱在一起。很简单，其实我们俩一下就通关了。你这边后面那个博士，他就那个 NPC， 他就不耐烦了，他就跟我说密码是那个出口在那边，他出口在那边。那刚开始很严肃，他拿那个鞭子，他是一个教官，他拿鞭子先抽，他看我们真的解不出来，他跟我说那门在那边。那你们的票价不值了，有点。所以你们俩认真的紧紧抱在一起、啊。真的，有点黑，主要是黑。而且他一进去就把我们分开了。不要抱我，结婚了。谁要？我要。那我坐过来。搞什么鬼啊？坐过去！你这真的。而且颜色是有点配的。我一上来就觉得你们搭了，你们俩颜色很搭。我老公会体谅我的，我工作需求。你工作需求你干嘛？啊，这个节目好轻松啊！啊，我就在这吃完饭，然后呢？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。不会啊，我觉得挺对劲的。哎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应？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想着要怎么从这屋出去啊？啊，你看他不就出去了吗？你别吓唬我，你去看看还能出去吗？我的心情可能因为现在还很愉快，关上关门我就不愉快了。太不开了吧？别演。哦，这种密室逃脱是找东西然后出去吗？不知道啊，差不多。找线索和找东西。那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找线索吗？应该不用吧？他不说，他现在这只是一个酒店。对，这是个酒店。
什么耶，没有任何线索耶。找什么线索呀、啊、姐你怎么就上来就想有这个习惯就找线索被迫害幻想症。哎，我有个想法，楼拆了，我看你早就想要拆了，我但是把电视拆开，后面有个密道。哎，我发现有的不是这个屋里本身的东西。嗯，这两盆花不是吧？那个四个植物也不是。嗯，一共六个。所以就是这是不是一个数字的一个组合呢？哎，啊，那所以那两个是我们两个女生，那四个是你们四个男生。哎，有可能哦。真的是在故事当中吗？这肯定啊！我真的是进了密室了吗？我不知道，还在饿，我没有吃饭。哎，你们看这个是蓝色的。哦，对。这是蓝色的，这是正常的还是就是不正常的？它只有蓝色，那也是蓝，这有蓝色，都有一个蓝色的地方。哎，着什么急？反正他们找到咱直接走走就行了呗。对，我怎么不先吃饭呢？嗯，反正他们有点着急嘛。嗯。这鸡汤好喝吗？嗯。这鸡汤，你这鸡汤好喝吗？好喝，我留个一半给你。不我本来想自己吃完的。不喝。我想都没有人吃，我必须要把我。哎呦，吓死我了。欢迎各位玩家加入芒果 TV 密室大逃脱节目。现在这个房间就是你们经历的第一个密室。出去的方法就是房卡可以加。我说应该这就是一个鲁班锁那样子的东西，你要把它解开。谢谢，一只玩具。你们只有把这个钥匙锁解开，你们才能够离开这个房间，不然就要把外卖都吃掉才能离开。我不想吃。那我把外卖都吃掉啊，简单。一些人负责吃，一些人负责开，怎么样？可以啊。那我负责吃。要使劲是不是？就有点过于简单了吧？那你开呀、啊。哈！哈！开了。我真的不想跟你玩游戏。我私底下有就是手机那种网络游戏，有跟他一起玩过。就是每一次组队，如果我看到魏大勋的话，我就先退出了。你们先玩吧。为什么？菜啊！你解开再说吧，好吗？会不会我吃完你们还没开完？然后正好吃完之后又解完了，解锁，这样证明大师真的存在。那我真的是不跟你们玩，那拖后我的后腿。你现在能这么转了吗？能走到这儿吗？走不到。嗯，那自己先慢慢研究。你都走到这儿了，他应该是从哪儿出来？从这儿出来吗？你们不要太相信自己一定解得开好吗？这个东西把眼睛闭上。我先吃饱再跟你们玩。你刚才套到那儿就能出来吗？你套哪儿了？我都不知道你们现在走到哪儿。走到哪儿？完了，发现这些玩家不太适合这个游戏，节目要黄啊！会不会没有人能解开呢？要又放开吗？我的天！我的天哪！啊！我也不知道咋就一下掰开了。蛮力掰开的吗？好像就是走到这儿，然后就走到这儿一掰一掰，一掰就掰开了。真的假的？试试。怎么走过去的？一掰，一个叉。
掰开了。还没掰开呢，侧着一点，侧一点，稍微给一点角度来，别那么直直的进去，给点角度稍微。哎，哎呦，睁开了。其实我很快要解出来，因为我刚刚前面在花时间解吃饭，我怕你们都解不出来。那你们都解出来，我肯定解出来。又吃到东西了，又玩到游戏，对，其实这样还蛮值得的。这样我们都解开了，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如果是这种水平的话，这种水平的话，我们半个小时能逃出去啊。对啊，直接可以开始第二季了。但其实这个正确的方法。这个走出来是吧？应该要这样。哦，应该是从这边往那边走。我们对了，刚刚成功了，唯一一个对的。满地出去第一个密室，明天还会有更难的等着你们。啊？走吧，走了。那我要把饭带着。好的，认真打包，慢拿。走吧，走吧。发了，觉得我们第一个场景会去哪儿？我有点害怕了。啊，你别害怕啊！老师，我也害怕啊！竟然要戴眼罩！我问你怕不怕？我怕。到我怎么了？啊！这是什么？啊！干什么？五分钟。现在那个手机已经停用五分钟。15分钟，下次就30分钟。一个点儿，好了，后来就8点了。我们这边是聊天吧。完了，这太难了。忙等他就跟着起来，咦，谁还会在？也嗨起来！哎，等会过了，再保持5秒。等会儿，对不对？你抱着我的腰，肯定有问题。这样的话就好了。吃了我的菜，忘了你的头。哎呦，我又噎到了。哇，超了！来了！这里面是个传送带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猫，哇，这个太恐怖了！这个是什么？哇，这太残忍了！后面有人啊！快，我先走！快！哇，这个油！加油！哈哈哈哈哈！记住，别错过任何细节。